追气拒绝拦检的骑士六公里，不慎擦撞，细致拍出所警员薛定月撞击分割岛，伤重送医不治。六天前才拍婚纱，原本预定年底结婚，薛定月却因公殉职。慈济志工连续两天前往医院关怀家属。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带着上的那份慈悲，来关怀，看你有需要我们怎么帮忙。 31岁的薛定月从警11年，绩效杰出，屡获表扬。他的遗体在送回彰化深港前，先经过汐止分局门口，长官同仁列队辞别。下午，薛定月的遗体送回彰化深港，在地慈济人接力，为家属送上关怀。除了亲人，各界人士也闻讯前来吊唁，向这位尽忠职守的年轻警员致敬。大爱新闻综合报道。